7月29号，香港天王刘德华开启了一场出道40周年的直播活动，跟广大的华迷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。用他自己的话，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，而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工作了40年。这场不平凡的直播活动吸引了超过1亿人围观，刷爆了网络。即将年满60周岁的刘德华，在流量变幻的娱乐圈，始终屹立在人气的前端，实现了老中青三代通吃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。今天我制作了这个特别专辑，回顾刘德华出道40年来最有标志性的40件大事，走进刘天王的最高光时刻。